爱心土豆饼的做法。这款土豆饼营养美味，搭配上一杯牛奶或豆浆，就是一顿能量满满的爱心早餐。双引号，土豆两个，鸡蛋一个，胡萝卜丁适量，玉米粒适量，青豆适量，火腿粒适量，盐一匙，鸡精半匙，食用油适量。一、土豆切成片蒸熟。二、剥掉土豆皮。三、碾压成土豆泥。四、加入一个鸡蛋，加入胡萝卜丁、玉米粒、火腿粒和青豆。五、加入盐和鸡精。六、搅拌均匀。如果太淡，可以加点水。七、锅中刷一层油烧热，取一个心形的慕斯圈，内壁刷一层油，放在锅中。八、取适量的土豆泥填入慕斯圈中，九、压一下，使其平整。十、定型后取掉慕斯圈。十一、接下来用同样的方法制作下一个。中通翻面，接着烙另一面。十二、两面全都烙熟后，出锅装盘，小窍门无。